我是林真心，我常常幻想长大后的我会是怎样的。我都还没有嫁人，你怎么会有老公？2015年当红青春校园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剧组终于来到了马来西亚宣传了。剧中主要的演员以及导演趁势追击来马进行一连串的宣传活动。哎，他们除了出席记者会还有粉丝见面会以外，8864也很幸运的和他们有个青春回忆之旅。当初你想要拍一部以校园为背景的一个电影的时候，那个心态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机都只是希望说拍一个好看好笑又感动，不管哪个年代都可能会像林真心一样喜欢一个偶像，然后暗恋一个男生，然后有姐妹淘，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经历的青春其实都差不多。跟他们一起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也一起跟我回到那个9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其实还蛮紧张的，因为我其实就是完全在这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戏剧的方面的任何表演经验，连小时候的那种英文话剧什么都没有参加过，就压力蛮大的。然后因为我又是比较晚加入这个剧组，所以功课也会做的比较稍微赶一点，对啊，所以花了蛮多心力在追上大家的。女生呢、是很难捉摸的，我们说没事。就是有事，没关系，就是有关系。因为他，我才是现在的我。一路拍摄，其实中间发生了蛮多事情的，不管是辛苦，或者是大家有些磨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到最后拍完的时候，就觉得蛮有预感，大家会很喜欢。但是说真的，真的是超出我预料的那个好成绩，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对啊，而且现在又入围了嘛，对不对？怎么讲？我们从一个很小的、很单纯的初衷开始，就是我想要给大家2个小时的快乐，而且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然后有发生很多感人的小故事在这中间，是观众回馈给我们的，让很好的票房，还能够进到金马奖，我已经觉得这都是我们的小幸运了。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我也有当需要风云人物的时候啊，我有走出教室门口，我听到尖叫声。真的吗？那当然。发飙是什么？对，发飙。不是因为你派了很多小混混在隔壁，可能捏他们。没有没有没有，就小时候可能不知道，就是我手上还蛮抹发胶，那时候还没有发蜡。他走在时尚的前端。对，然后就是弄的那个鸡屁股头，那样一片那样像个花，学妹就很爱，会爆发。那玉琪，你以前在中学时期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功课不好，没有名气，然后又不是篮球队长的欧阳非凡。就我在学校被选出来是被选成最好笑的人，对，不是什么最好笑的人在哪一方面？就是平常比较活泼一点啦，所以就比较不会是那种人们女生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这样。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所谓的偷的意思是爸爸妈妈不知道吗？对，被抓到，就是应该说爸妈都希望女儿就是不要那么早谈恋爱。对对，所以我国中的时候其实就偷谈恋爱，然后我们以前学校非常非常严格，是老师发现会叫爸爸妈妈双方爸妈来学校，然后谈判的那种，所以在那个环境之下，其实偷谈恋爱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因为要传个纸条真的是要。非常小心，是我们老师是可能穿纸条，然后我被捡到过，然后就被叫去办公室，就是说这到底在干什么，自己做了什么事情那种。每个同学在那个环境之下觉得很讨厌老师，可是很有趣的是，反而现在回过头来碰到一些同学，那是最多东西可以讨论的。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我谈
谈过我觉得最认真也最真实的恋爱是在高中的时候。对啊，就是我们在一起4年半，对，然后他是我的国中同学，但我们是毕业之后才在一起。大陆你自己本身呢？他的叛逆不能再，我的叛逆不能播。好想听，对不对？没关系，你先说，如果不能我们就剪掉。然后你就回答第一题。对，先说。我叛逆啊、我有抓过我喜欢的女生到男厕亲嘴的。你是这样抓吗？因为不能被大家看到啊，然后但是没有不能就是，因为还有做，啊、我不是那个，不是。那你都在厕所干什么？就是干坏事，然后就抓进来。如果他有看到这个节目，他应该在家里面对号入座了吧？我就是那个被他抓进厕所的那个。他其实抓了5、6个。没有，就抓。他现在不好意思说长什么样子，他不敢讲哪一个，他有5个人想对号入座，他的样子大概就是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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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抓过一个。真的吗？对。其实，在你店里面，徐泰宇对林正兴做过好的事情，是真的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嗯，但是初恋，大部分的人初恋的结局都是很。我的是结束得很悲惨，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啊，就是他至少给我过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我觉得那个时候什么叫做懵懂，什么叫做等待，或什么叫那个暧昧，我觉得都是他给我很多第一次的心动。所以也是因为他，我有办法去琢磨很多女孩子的当下等待的心情啊。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消失是很容易的事。我在是从哪一天开始不再闪闪发亮，只有我们自己能决定自己的样子。我国中很就很喜欢李宗盛大哥，然后那时候国中喜欢他的那个没有人知道，唱两句来听一下。他唱，你们是喜欢吗？你们期待吗？我们玩一些的时候吗？没事。我是不是要注定孤独，去面对以后该走的路，陪伴痛苦，寂寞无助。那 Vivian 呢？ Oh my god， 我以前高中很喜欢艾薇儿。哎，换你了。来喝两句，不用喝两句吗？不用喝两句啊。不用喝两句。他不用喝两句啊。然后那个爱很简单，陶喆的哈。你唱两句。你先唱两句。我下一个乐团。快点。你先啊，我的很难唱，我现在想不起来。快点，快点，快点！你先啦，你先喝了。我想一下，你先讲一下啦。我们一起来，爱很简单，我们一起来 cue 他一下。对啊，爱很简单，大家都会哼吧。爱很简单，你看。爱了。加油，有自信，可以。你可以的，我有的。爱了 you， 一直在这里陪。在你，好害羞啊的样子。我跟你讲，最不能玩的就是唱歌。真的吗？你又玩到他最不能玩的。那大家说玩一下，跟我一起来，一起唱。那到底到你啦？他还没唱哎。你刚刚是吧？我以前喜欢他一首叫 Why， 可是我现在脑中一直跳不出那个旋律，让我想。等一下，我一定等一下会想出来，我会想出来，让我想一下那个旋律，因为我非常喜欢那首歌。好了好了，我们就让你想一下，不要紧张哈。对对对，重点是导演已经想好了。对，那就是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哎呦，追梦的人哦，为你在等候。对，就是那个时候他刚最火最火的专辑。所以 Vivian， 你想要补唱吗？啊。When you're gone, the fade, I'm missing you. When you're gone, yeah. 太突袭了，我现在想不
不一不准，边走边吃，速度太多。你喜欢谁的电影？《时候星驰》是家有喜事。一个家，一个家。就是希望可以带你的那个好朋友、妈妈、爸爸、妈妈一起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就像导演讲，它是一个90年代，很多共鸣、很多回忆的青春，不要有遗憾，这样，然后找回那个最真的自己。我觉得大家不要被这个名字觉得说好像是只给女生看的一部电影，其实里面真的有很多 detail 跟很多细节是其实你们看也是会有共鸣的。电影里面发生的事情其实说真的比我现实中的人生酷非常多，所以呼吁说男生朋友可以进来看一下，不要看在海报上面林真心还是会变漂亮的，所以某一些福利给男生朋友。对，所以就是没有像我一样没有经历过太多这个年代的生活的朋友们，一定要去看，然后去好好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人和人是怎么交流的，然后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那其实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方式其实是最真诚然后最直接的。当然已经有经历过这段感情的这个年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好好去回忆一下，然后想起你当年的林真心、徐太宇、欧阳非凡。你东西掉了。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跑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心中。